我会当活到今仔日哦，生下来的日，依然就是一定要为着当然民主人权哦。有一句话就是讲咧，时代间正义啦，哦，阮这代哦，到即摆台湾已经有得到初步的民主啦，吼，哦，未使阁等于像两蒋时代的迄、這个。啊，荒谬荒唐的时代啊，比赛够不够啊？哦，我们现在呢，到我们议会这边来跟大家加油打气的是白色恐怖受难者的长辈们。那今天呢，有15位长辈陆陆续从全国各地赶到了立法院，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？我是上世纪20世纪中叶。50年代白色恐怖的牺牲者，会当参加这个反恐这个会，感觉着真感动哦。我会记马祖总统讲，万一这个副马若袂通过台湾的边缘化哦，宁可可以边缘化环境，不要中国化，希望台湾啊。不要被纳入哦，国共两党的独裁暴政的牺牲者哦，希望大家继续努力，为了咱的子子孙孙的幸福哦，简单讲起。所以哦，这摆这个太阳花学运哦，我真感动，就是安尼啦吼，学生啊已经有自觉啦哦，所以哦很。宝贵真高贵的时代哦！哦，亲像我以前在台大医院的4、5个医生，安尼甲你抓去，白天安尼甲你抓去，伊都是叫这荒谬的时代，很恐怖的时代嘛！啊，所以我们的子子孙孙哦，就不要让他们活在这个很恐怖的时代，就我们有责任、有责任的，就引他人类向那种 justice 的时候，时代间的正义啦，吼！啊，就是安尼样。